今天给大家看一场传统术内部之间的场较量，是佛山咏春拳现场。我们可以看到咏春拳到底实战不实战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感觉都是王八拳，然后他们都是没有戴拳套，哦，直接是把对手给打挺了，好像是摆拳。这个裸拳的话，杀伤力真的是非常重的。他们是咏春拳的问手，我去，直接是再次打倒。可以看到，真的是这个黑色衣服被打的是非常惨。重拳击倒。Q